不想加班了，一共就这么大份，多一厘米都过不去，想打一个打不着都难。好啊，那结果也出来了，不是，没有，啊！ 你选择谁，你就撕他的名牌。周深，我不干。周深，所以我选择的是周深。周深。现在你们要以夜游的方式推荐贾秀楼，现在为推荐官送上你的推荐官名牌以及一份易拉宝，可以随走随放。自己的那个照片。走吧，大家再见。啊，贵阳的宣传片好好拍啊！观众朋友们，继续跟我们继续游玩贵阳喽。可怜的宝。现在我们就要来结算今天各位完成秘密任务的情况。小黄金。首先恭喜大家，你们今天所有的秘密任务都已顺利完成，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份由 MC 提供的小黄金奖品。哇，漂亮啊！哎呦，漂亮啊！谢谢。这是什么？是贵阳的山水。哦，对对对。希望大家喜欢。谢谢安慕希，谢谢。现在深深跟程程是真的去加班，他们真的有场地需要推荐。哦，深深要玩了。真无所谓。贵阳。嗯。我爱你。这么神奇，会带我们去哪呀？啊，贾秀楼。贾秀楼是我印象非常深的地方。今天主要在介绍贵阳。给你俩准备了点点心、衣服。啊？是不是你带名牌怕就一会儿到地儿人多？哦哦哦。什么夜行衣呀？那不是我。咱们推荐不用脸推荐是吧？来吧，给我吧。哦，贾秀楼到了。哇，好多人！哎呀，我觉得你太明显。我个子吗？你以为你不明显？我们直接找了跟我们团队里最高的。是的，也没事了，人家明明就想知道了吧。我们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。低点头。这谁啊？都是吗？哎呀，这个是他。低点头。周深。就是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些都是群演，我能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改变了群演，全是真人。社恐人，社恐魂。我还有个易拉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有个易拉宝，我真的是绝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稍微给他就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，很快。该怎么介绍？就是你的全身。
快点给我介绍。这就是贾秀楼，然后它是贵阳典型的一个文化的标志。没有，贵州的文化最有名的是一个有叫王阳明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，他的致良知，他的所有那些哲学中心思想是在贵州这边形成的。而且好像说，就以后贵阳他会有个计划，就是会把这边会建一个关于贾秀楼的一个文化广场，会让大家更了解贾秀楼的一些文化什么的。开始可以哈，小导游成功。贾秀楼好，好景，可以，大家确实可以看一下，好漂亮。